现在来到10:31，欢迎回来新闻现场。最新消息要告诉您，疫情又延烧到了演艺圈，这一次又有大咖男星确诊，那就是演员刘冠廷。一周前才为第24届台北电影节拍摄大使广告，这个帅气的模样迷倒不少粉丝。然而刘冠廷的经纪人表示，他下午身体不舒服，快筛结果呈现阳性，目前正在等待医院做 PCR 检测。至于女朋友孙可芳没有身体不适，第一时间快筛结果是阴性，但是安全起见先自行居家隔离。原本预计出席新剧宣传的孙可芳，主办单位也立刻取消活动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